警方消息指，富商黄景伦嘅女黄静瑜喺被绑架四日之后，寻晚终于获释，现正喺医院接受治疗。据了解，傍晚时分有人喺佢哋。上次孔大威單 case 揾你幫我手，仲未多謝你。陣間有冇時間出嚟食飯？快啲叫老點都得。先生，請問幾位？一位，我想坐嗰邊得唔得？Sure， 呢边请。咖啡唔该。今次想你帮手单几时关于重？你开到声，而我知嘅又可以讲得嘅，我一定唔会托你手争噶。Thank you。我想知道有關黃靜瑜間 Gallery 嗰單 case。珠寶大王個女，以我所知仲未拉到人。唔係公事，係我有個朋友同呢位黃小姐生意上有啲糾紛，所以我想了解多啲呢單 case 嘅內情。你同呢個朋友交情好深嘅，情同兄弟。咁你即管問啦，我知幾多少，我答你幾多少。跟咗我几耐？今日落岗之前，我喺厕所听到你讲电话，好想搞清楚你口中嘅大律师系咪大正君，所以我跟踪你，跟踪到去餐厅。咁即系咩都睇到晒啦。有咩睇法？我唔明咯，峰哥，你当咗咁多年差，冇理由唔知道 Maggie 做备验。你同大正君行得咁埋，如果俾人怀疑你俾料佢嘅话，你是公職人員妨礙司法公正，你入曬嘅。佢是我朋友，正如你先頭所講，我當咗咁多年差，有咩應該講，有咩唔應該講，我分得好清楚。其實佢同我唔只係朋友咁簡單，正確嚟講，佢係我恩人。唔好意思啊，警署好多嘢做，俾大嫂捉住開會。阿哥嚟咗啦，你叫佢揸注意啦。點啊？你上阿爸間公司同佢老闆傾成點啊？板一味就系话阿爸系自雇人士，公司冇责任帮佢买保险。我上到去又哎又西，累咗半日，佢先俾20,000我哋做体恤金咋。个老板冇良心噶，上个月啊无啦啦就逼你阿爸转做自雇人士，搞到而家工伤啊都冇保险赔啊。逼阿爸转做自雇，咁大间建筑公司俾20,000就想打发个老伙计，佢话晒帮佢打咗30多年工噶。咁仲可以点啊？唔通告佢哋咩？梗系要告啦！啲咁嘅无良雇主，点要告佢啊？你有钱搵人啊，同嗰啲大财团打官司啊！我可以帮到你哋嘅。呢位先生，你系？我系大正温律师。如果你哋需要法律嘅援助，我可以免费帮你哋嘅。我剛才聽到你們的環境，我會盡我能力幫你們的爸爸追回應有賠償。大正君不認識你，都主動無條件幫你打官司。他還主動跟我說他律師樓有配額，可以一毫子都不收的免費幫我打，好像見到一絲曙光一樣。那宗官司拖了我很久，那時候我又要當更又要上庭，根本成個人散曬。喺最重要嗰一場 court 嗰陣時，咁啱我喺重案組跟緊一單大 case， 我根本又分唔到身去應付兩單嘢，我諗過要放棄。大律師，今日想嚟打攪曬，真係唔好意思啊。
緊要，我仲做緊嘢都未走。咩事啊？我最近有一單大 case， 放長線報咗成年，最近時機成熟，就嚟要收網，我怕我上唔到庭。我可以找你的妹做原素人家属代表上庭啊！我妹好细个就嫁咗人，一直都是家庭主妇，咩世面都未见过，咩都唔识，我怕佢搞唔掂啊！你唔使担心，我在度啊嘛，我会一路睇住佢嘅。其实道理喺我哋呢一边唔会有问题嘅，你专心做你嘅 case， 你嘅办件事交俾我。大律师佢有本事。他找了一些跟我爸爸類似遭遇的工人，還主動代表他們向建築公司提出訴訟，到最後搞大了件事，驚動了傳媒，建築公司受到輿論壓力之後，他主動提出庭外和解，向每一位受害的工人書面道歉，還賠償了一筆很可觀的數目，到最後他可以令到建築公司成立一個緊急援助基金，令到最後所有的工人得到最大的權益。對 client 嚟講，佢的而且確係非常之好嘅律師。我係真心佩服佢同尊重佢，尊重到要私底下俾料佢。佢只不過係擔心，心急想知佢細佬衰啲咩啫。呢啲咁嘅案情，遲早都會公開，遲早都會知噶啦，都唔係咩機密。如果咁樣，我都要拒絕佢嘅，我做唔到。嗱，你要問嘅咧。我就回答你了，沒有事需要隱瞞你，我問心無愧。